弟兄姐妹早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好喜乐。读启示录，我们就觉得讲到那个大灾难，好像心中蛮沉重啊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这些大灾难不是针对我们的，是针对着魔鬼的。还有那些跟随魔鬼不愿意信主的人，他们就陷到一个地步，魔鬼的灾难，给魔鬼的灾难。而这很特别，这个灾难有很多也是从魔鬼来的。那求主恩待我们。那这些灾难跟我们都其实大多数都是无关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读12:7-12，他这边讲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征战不是只有我们。天上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征战的天使叫做弥迦勒，同他的使者就与龙来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龙带的是1/3的天使，那天使都变成魔鬼了，他们并没有得胜，就是魔鬼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，他们被打败了。所以魔鬼被打败，天上就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。那大龙就是那个古蛇，所以你看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龙啊，就是魔鬼的那个特质啊，又叫魔鬼的，又这个龙就是魔鬼，又叫做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到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在地上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那些常常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。所以为什么魔鬼那么不喜欢我们读启示录？你看这边就告诉我们，天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，他们已经被摔到地上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11太宝贵，他说弟兄胜过他，这个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，只是地和海有祸了，因为鬼魔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所有一切的灾患，不是很多都不是，这不是从神，其实都是从魔鬼来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一群的得胜者，这些得胜者他们大大的得胜在神的面前。天上魔鬼没被打下来，魔鬼到地上，他们没有输了，他们就来找我们算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一群的得胜者抵挡他并且得胜。那么告诉我们说，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讲到得胜者的法宝，那我们看见得胜者这个我们想一定是要超强、超有能力、超聪明这些人的确他们是超强、超有能力跟 超有智慧的，但是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活在地上的普通的人，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超强、超有能力、超有智慧呢？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三个法宝，其实你说两个法宝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法宝。第一个法宝就是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。利未记17讲到这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所以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呢，那这是太奇妙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是超完美的、超凡的生命，圣洁没有瑕疵，他完全顺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，以至于神呢天父呢在天上3次对这个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我所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现在这个血呢赐给我们，我们得胜呢就靠着这个耶稣的这个宝血，第一个洁净我们这个人的那第二个就是透过这个血的能力，我们能够得胜而有余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。那第二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，那弟兄姐妹，不是听来的道，不是学来的道，而是从生命当中所见证出来，就是我经历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
传福音，有用所口讲的哈，又讲的，所以传福音有听的，还有一个有可以看得见的，所以福音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听的，一个是看的。那我们一定不能只有讲，我们要活出福音的那个能力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哈，有一个best 来到我们中间的，他这个整个小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围在他们面前为他祷告。那本来他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弟兄姐妹当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说啊，他就说，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让我的先生也跟你们一样，那这跟我们一样怎么样？好，跟你们一样，你们都是一对一对，他就期待他也能够非常的翻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，不是我们很厉害，乃是第一个靠着羔羊的血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表达出来，我们就看见荣耀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的 best 的身上。感谢主，我们是这样子打败仇敌。阿门。